风扇啊，咧咻咻咻，伊咧有可能有声，有啦，有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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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敢捌听过？我捌听过，蚵仔惊地动。系啊，蚵仔哪会惊地动？哦，参咱人同款，也嘛会惊。对唔？啊，伊若咧食水的时阵，熊若过冬，伊会惊到脱散去呢。脱散是敢那咱人老体安尼？唔是，咱囡仔受着惊臭青菜。着青菜啊！着惊臭青菜。我咧这，一寡本来肥肥，即款过冬摇落，伊就散去个。啊，所以讲。不管是九二一啦，还是讲顶一阵啊，华联地动，这嘛拢会影响。哎呀，这拢影响，影响一定影响。华联这蚵啊，第一有上健身房，啊，第二搁惊地动，第三搁会叫，系啊，会嚎安尼，会嚎是咧哭，迄个嚎还是咧叫安尼？因为哦，我就是暗时啊去抓蚓，才会知影。伊哦，我起头听着怪怪，到底是啥物咧嚎？我咧豆豆仔寻，豆豆仔听听听听，后面啊，暗时啊，你看你这人大海有迄个嚎声。伊安，无人无人捌听过诶，迄是咱去暗时啊去咧掠蚓，拄伫河边啊，甲咱才听会着，无要来知影。伊就是水拄好退潮，啊伊食饱嘛，啊伊有一寡涨出来水，伊要甲排掉、转掉安尼啊。算敢若咱人咧放尿。嘿，啊嘛是意思伊。有咧食物件，食迄走咧，伊有出有入安尼，迄嘛是主要声音啦。即卖钓只蚵仔啊，前旧年过来蚵仔嘛是拢干那卡干尔，有蚵卡切吧咯，伊都浮悬，迄蚵袂多啊。遐伊搁地高地崩地崩，咧崩迄蚵上惊惊啊，错生晒，迄蚵拢袂多啊。足严重诶啦，古日皮来咧说吼，安那大个呢，安那食大个啦，那迄碗蹦蹦叫呢。哦，那个风扇啊，那咻咻咻，伊那有可能有声，有啦，有声，蚵仔嘛会惊，迄蚵就惊，迄蚵足无胆的，对不对？虽然是咱咧家强下咧家煮，不过伊嘛是足无胆的，对不对？有影有影啦。